螺蛳粉的灵魂酸笋。哇，螺蛳粉火锅里面有炸弹、肥牛卷 and everything。我至今为止都错过了什么？是粉吗？是蛋粉。很好吃，来一了，我也要来一了。你这间家是臭到又不行啊！不要离开这间。张坤说的。很开心，今天我们要煮螺蛳粉火锅。这个东西是我在来抖音看了很久了的，然后那时候我在想，哇，螺蛳粉已经很劲了，还要做螺蛳粉火锅到底是什么样呢？所以我今天召集了一些咖喱来一起吃螺蛳粉火锅，因为毕竟一个人吃不完就很浪费，因为螺蛳粉一包就很饱了。所以我们有 Hillary， 还有刘凯欣。螺蛳粉火锅咖喱都是美女，只有美女才有资格吃螺蛳粉，所以我要你没有吃。不要，你吃螺蛳粉的吗？不吃。你吃过螺蛳粉吗？没有。你觉得螺蛳粉臭吗？如果还有竹笋，我觉得它臭。螺蛳粉就是要有竹笋，还有螺蛳。凯欣，你吃过螺蛳粉吗？没有。我之前是不吃辣的人，直到上两个星期，我突然间开启了吃辣的技能。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是在我吃螺蛳粉，Hillary 吃螺蛳粉，刘凯欣没有吃过螺蛳粉。我们来试看一下。我今天希望我的脚不要让我变成一个大碗补补坑。所以现在呢，螺蛳粉火锅第一件事情要去做炸弹，还有是去赏那个面。我没有做过炸弹，其实我没有吃过有炸弹的螺蛳粉。我每次就觉得它已经很好吃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加过炸弹。所以这次要做炸弹。如果你没有煮过螺蛳粉的话，我给你知道一个小知识，就是螺蛳粉的粉跟汤要分开煮。然后虽然不是业配，但是好欢螺很好吃。Yes， 煲水，米粉。下去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有在去 gym 这件事情，但是不影响吃，必须吃。要炸蛋，这个火要烧给它很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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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把蛋打散。真相的时刻到了，就是要这样，炸蛋要反的嘛，要反要反，很老实很老实。很老实，很老实。讲反。哇，很厉害耶，发很大耶，这个两粒蛋罢了耶。出笼，炸弹好了，然后呢，就等面，面要煮很久，差不多煮个十分钟这样子，所以放着啦，出去走耶。热机啊，热了，热了。在做汤底，汤底一开始就要炒洋葱、番茄，要炒它，很香很香哦 ，ABC 汤的味道。有人大概炒到它出沙，然后就加水哦。不要让家里这样快就臭的话，你可以等下再倒那个螺蛳粉的汤包了。反正迟早要找家一样的。我们给自己多一点喘息的空间。现在呢，就要做今天的其中一个主角，就是这个肥牛虾滑响铃卷。你是第一次做。首先呢，要把我弄坏哦。他讲要把它弄湿，弄湿了，然后打开它，再放多一点水哈。那我全部泡水先。这样做啊，这个东西到底我 lost 哎。然后就挤虾滑，是吧？啊哈，这样子很难哦。我们好好吃铃铃卷不是好了？其实我因为一个响铃卷很长哎，你看它这样长哎，我又。这个好了，我愿称它为最好吃的午餐肉，比 spam 还厉害。这是韩国的 lotte 的，这个的话呢，它的猪的那个骚味没有那么重。这样要吃片还是吃条？条啊。好，有条有片，满足完大家。我们要进入高光时刻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进入很可怕的时候了。螺蛳粉的灵魂门都放进去，就是酸豆角、木耳这个有木耳哟，很香哎。灵魂酸笋，哎，你搞没懂？来一了，我也要来一了。还有，来汤料包、辣油包，这个是醋，就可以把它搞一搞。哇，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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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现在非常的快乐。
等它滚一下。OK。哇，厉害的就是这个味儿，太赞的味儿。首先就把刚才的这些卷卷下完去，然后再把菜全部塞下去，金针菇，这边再下这个，这样子哦，炸弹，腐竹灵魂。哇，螺蛳粉火锅里面有炸弹、肥牛卷 and everything。马上第一口一定要来一个炸弹。哇，我没有吃过螺蛳粉里面有炸弹，它会把那个辣油全部吸进去。哇，真的很好吃。Damn, it's like 很好吃。我至今为止都错过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吃过炸蛋配？那个炸的蛋哦，它很香很香，然后很浓郁，然后再吸咬那个螺蛳粉酸酸辣辣的味道。哦，好吃啊！而且我要看这个汤底，那个汤底哦，其实比平时的再鲜甜一点，因为我们加了那个 tomato 还有洋葱，好鲜哦！我的天哪！我再吃多一口那个炸蛋。肥牛虾滑卷，后面你可以把它分开吃。I don't find anything special。炸弹还是冠军，我一吃一锅的炸弹，那个午餐肉，哇，午餐肉加螺蛳粉，原来这样好吃的、啊。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下一点这个面来吃，直接泡一下，然后拿上来吃就好了。大家，螺蛳粉火锅真的是一个升级的吃法。简单来讲，你想要吃什么的料，你就可以把下面丢下去，很好喝。这粉哦，是三分。哇，超过十分嘞！对，很好吃。我要召集大家了，来吃啊，来吃啊，大家！哎，很好吃，甜甜，快来吃一口，吃一口。你这店家是臭到又不行啊！忍者推荐，快点来，我给你吃一口，你一定要吃一口这个东西，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真的是给螺蛳粉螺蛳机会了。你吹看，吹吹吹吹。他不能量，很好吃哦，就求你快点来吃啊。快点啦！你是很肥哦。你吃了下去，你就觉得这一切 whatever。我为了他，我愿意运动多两个钟，没事 OK。一点点我也要来，还是有蛋的味道，它好像可以了，可以啊，是没有喵味，闻 OK， 可是那味道还是在那边。问我的话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怎么这么哭？没有人欺负你了吧？OK 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真的有点臭了。我帮你们弄小一点的 ，in case 凯欣吃不下去。这个是炸弹，第一次吃螺蛳粉的人来。它不很臭哎，它是好吃的，其实甜一点辣嘛，放两包辣油哎，所以这个是算辣的、啊，有点辣其实。没有，最近我有一点辣，我有一点。对，以前凯欣是完全不能吃辣，还有辣椒酱都怕，他现在很能吃辣。是，我也吃到哎。螺蛳粉初体验哦，加粉就比较有臭臭的味道了。我先看，你在里面一直喊关门关门，臭臭臭，我来，那臭，嗯，很火，三口，不要闻不要闻，嘴巴在抖，啊不能讲，臭油啦，夸张哎，看眼呢。你跟我来吃，你要吃吗？我觉得你可以拍一下，然后 comment 跟我们讲，你到底喜不喜欢螺蛳粉火锅？本人是很喜欢，那边两位也是很喜欢，很开心，大家很开心。我现在整间家已经充斥着。我跟你三个款单就是 book Airbnb staycation 了，应该。我今晚要怎样办啊？够力啊，够力啊！我想连对面邻居都没有来投诉。
还去找阿兰弗拉。包西葵啊！包西葵啊！